在高雄旗山，一名白衣男旁边围观一群人在跨到泪，下一秒，远景朝他狂喷辣椒水。辣椒水柱超强，路人吓到歪头快闪，白衣醉汉被攻击到痛苦蹲下，路人还好心拿矿泉水给他冲水洗脸，但他却更激动。 高雄旗山庙会醉汉大闹，不断对路人叫嚣，还想殴打人家。远景到场，他也不怕乱呛虾，超失控，辣椒水也没办法让他恢复理智，最后遭包围压制。 酒测指为0.47毫克，酒醉家暴于舆论之行为，依涉位秩序维护法，移送裁处。醉汉喝呛大闹庙会，还做事打人，被用辣椒水压制，光脚狼狈落网，酒后丑态百出，让人直摇头。记者宋佩晨、郭怡珍，高雄报道。我是哈远怡，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，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。 非主流观点，我有勇气说。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，我是哈远怡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